还有谁？这个房间，还有 James 啊，尹正和 James， 还有跟阿Paul分到一个房间，太好了。我是听着 Beyond 的歌长大的，我有点激动，就是那种激动，不是心跳加速，就是我该怎么办？我想想，我该怎么办？不要太唐突。我真正的偶像就两个，一个你，一个张卫健。而且你对我们影响不仅是我，是我们那个社区。我不追什么星啊，就是、我也没有追。但你影响我很深，在我们每个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每个玩 hiphop 的见证你的面，都需要跟你说一声。对，你的 lifestyle， 你的东西里边，你就是 hiphop 的。哇。我一进房间看到镜头，第一件事反射动作就把它盖起来。你在干嘛？给他啊，我们要留点隐私啊。他是人在控制还是？是人脸追踪那种吧。这样，你觉得他帅不帅？如果帅的话，你上下点点头好不好？如果帅的话，你上下点点头。哇，有人在控制。好，我都不敢问。你觉得我帅不帅？如果帅的话，你上下点点头。如果不帅的话，你左右摇一下。他怎么敢？他觉得你不帅。你信不信我把你电源拔了？好，接下来下一位，小峰哥。哇，小峰哥！拍这个海报的时候有很多道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拿着。特别。接下来是言承旭哥哥。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好像18、20吧。真正做演员和歌手之前，之前做了 model。对，那时候参演过《古惑仔》的演出。对，有缘分。接下来下一位，抛哥。为什么有点像 Ricky？ 又有点像 Ricky 啊？对呀、啊、，Ricky 谁都像。哎呀，陈小春呢？霍哥，说两句吧。其实我曾经不太喜欢我自己。以前我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很多时候就碰钉。但是到现在，已经活了一把年纪了，我反而开始接受了自己。我挺喜欢自己的。波哥的帅，嫩帅。不管以前长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喜欢现在的样子。人是会老去的，对，那个是在自然不过的一件事。这一张照片距离现在28年前，哇！1993年发行的专辑《如此这般想你》的封面，对啊，好像昨天一样，真的没变过，我感觉。哎，齐良哥，你可不可以就站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表情和动作？从一个小鲜肉变成现在的一个老头，可能也会一直做下去也说不定，哈哈，做到变成老爷爷。因为毕竟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在做这件自己的理想，做自己的兴趣，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累，因为那是开心的一件事。这是我小时候的事。小时候70几年、啊、那年几岁？是19吧。哦，旁边的是李记。这个是尤克里林跟他们俩。对，
从19岁那时候，我心里暗自觉得，我想成为的某个人，现在就站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自己的故事。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拍的，对 ，2003 也是我跟我太太认识18年的，就是因为这部戏跟太太认识，然后开始恋爱。这应该2003年吧，18年前的，而演过一些那会儿，对。爽快，咱们大家一起做一次老师。对，大概12年前吧。哦、那个时候是就挺怎么说呢，就徘徊在 hip hop 和跑场歌手之间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这张照片是在一个婚礼上，然后下面的人都在吃饭。然后你就在上面演出的那种，对我现在来说我还是觉得蛮珍惜的。大家都有从一起看下一个舞台，哎，妹妹，恭喜你，哎，妹妹，这个还用猜吗？一个爸爸，两个小孩，一家三口，看就知道了。来，这个打一个哥哥组合，卓哥，卓哥，接到万事户，接到万事户，接到万事户。看看，当当当！对，因为全是这个，接到办事户，接到办事户。好了，下一个啊，这里有一个志玲哥的，在亮亮姐买包这件事上，哎呦，志玲哥只能怎么样打一首歌名？是我们这个节目里的歌吗？肯定是，肯定是，应该。哎，不一定，打了蹦蹦，打了蹦蹦，打了蹦蹦应该是被人挨打。算你狠，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哎呀，哎，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哎，我觉得算你狠有点，刚才谁说算你狠？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你要如何，我也可以是 MMA。Drive me to the finish。看一下，看一下，亮亮姐要买包，这种事情当然是。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哎，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代表志玲哥把这首歌送给亮亮姐，好吧？来，再唱一下，唱一下。One, two, three， 怎么唱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啊，好，对不起，对不起，嘉哥厉害，好玩，好玩，谢谢。哎呀，结束了。来，我们要，哎，我们为了嗓子要哑了。好，我们现在自由活动。我换个衣服下来继续啊。我们就在原来这个位置玩到天亮。送你一首新歌，叫《哥哥不想睡》。哥哥不想睡觉，哥哥无法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哥哥无法睡觉。就在这一天，33岁哥哥回到这个宿舍，每一个都在准备做一新歌，有时会我都无法入睡的。但是节目已经结束，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你讲。我的心事都是什么？这100多天好像过得很快，但是对于我，都是我的未来。二哥不想睡。在这一边有弹贝斯的张琪，他的贝斯好厉害，比他唱歌还要厉害。在这边有弹吉他的刘佳，他刚刚买了一把吉他，这把吉他好酷啊，他是非常的朋克，非常的朋克。I love rock and roll, come on take a time, you can do my baby. I loveCome on, take a time, yeah, dance with me. 哥哥不想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哥哥不想睡觉。哇！呀！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太早了。哥哥无法睡觉，哥哥无法睡觉。All right.
Now you know why? Oh yeah! This is my instrument, snare drum. Just hitting as hard as I can. 他应该是哥哥不想睡觉，是哥哥不许睡觉，哥哥不许睡觉。我的汗水尽已流干，我的泪水尽已流干，我的汗水尽已流干，在这片草地，在这片草坪。嘿，哥哥，你们去哪呢？嘿，哥哥们，你们不要逃。你容我两天，但凡我还了，哎，但凡我还了，我的月饼在哪里？我的月饼在哪里？我可否第一个洗脚？我可否第一个卸妆？我可否不用备菜？太好了，太好了！我可否明天睡到中午？你想不想明天睡到中午？耶！太好了！Why do I keep dropping the sticks? 你可否放上你的吉他？No。你可否放下你的 bass？ 不愿意啊。你可否先回到你的房间？我还没吃饭。他说他还没吃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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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吃饱。想起说他还没吃饱，想起说他还没吃饱。我觉得在那一刻就真的很希望能够把它留在我们彼此的心中，但是那一刻又好像是一个约定，好像就让我们永远在每一年的每一个这个时刻会让我们想起这段时光和这么多好兄弟。嗯，对，我特别的放松，我感觉我又回归到了最早来这个节目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啊，就是来看热闹的，然后就好开心啊，看着大家，我就会觉得哇，我说这个，我就坐在那嗑瓜子就好了，看着很开心啊，就。你还有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景象呢？对吧？张琪 on the bass， Nathan on the drums， James on the drums too， 还有刘振 on the guitar。My name is Paul。哎，鼓掌，鼓掌。Thank you， thank you。哦，太炸了，太炸了，太炸了。这是灯谜吗？金哥，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高哈女，这怎么会是我？我猜是你。来，过来，来做一个，预备，开始。小春哥的表情是这样吗？解操，应该有解操吧？应该有解操啊，应该有解操。解操的咩啊 ？OK 啦 ，OK 啦 ，OK。我猜这个胡海泉。是，我猜也是。看演出，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郑哥肯定是郑哥。我鸡皮起了。尹正，可猜人你全猜中了。所以我们还是越来就是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熟悉。哎，你过来猜这个吧。来，给先给摄像机看一眼。白举纲学英语，打一个成语。你别哈，你说。白举纲学英语啊？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不是？我差不多。见缝插针。What room has no walls, no doors, no windows, and no floor? What room? What room? 我们的北菜 room. 北菜 room has a door. 是中文词吗？整个那个谜语都是 English， 所以那个答案都是 English。你知道吗 ？What room？ 那我给你们呢。OK， 这个是最大的提示啊，看你们三个谁会先讲出来。这个答案是吃的东西来的，是吃的东西。月饼吗？不是。有 room 这个字，吃的东西有菜盒子。Yeah, you gotta know it. You know it too. You think about this. Let me go ask 队长. Hold up. Watch 队长 get it in 5 seconds. 队长 ，Let's read this really quick. What room has no walls, no windows, no doors, no floor, no nothing? What room? 你们两个。一定知道答案。我也说没菜，他也。我给他的提示，我都给你啊。答案是吃的东西来的。It's something you eat. An English word that you eat that has the word room in it. What do you eat that has the word room in it? Oh my gosh! Why are you yelling? Because you have to know it. You have to know it. Obviously.Eat food. There's only one. 金哥知道吗？他这我们一起猜的啊。我相信只有一个会吃的东西是有 room 在这个东西里面有 room in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Kids don't like it. 哎，有一些都喜欢的。Kids don't like it. 大部分的 kids. Mushroom. Yeah. 我就快把这个说出来，你才知道。Here, 送给你了，这个。Tape it on your wall. 哎，他还没猜到，这回不用见缝插针了。那我帮助你。OK。答案是有这个字的 ，room 这个字，有这个 room。你想一下，吃的东西有什么？你会的英语的吃的东西是有那个字在里面的。Mushroom. Yes. Yes.你太开心了他们那边的列好了哥，我们到了一股味道，什么东西啊？烧焦的味道，你话，咋还没完呢？你管我！旭哥，你这个饼摊了很久了，该加料了。别瞄了，到底干啥呢？在那儿？鸡蛋饼。妈，旭哥，救护车来了。小白已经嗨起来了。从 James 完全排斥摸任何乐器，到现在你看他。来吧，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不变，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一场。
我们好像请过来干活呀，特别像那个婚礼乐队，对不对？今天一人200，一人。是一个需要勤奋才有机会前行的舞台，我争取每天练习8小时。8小时？我本来打算写4个小时，而且4个小时我还觉得有点多。8小时不睡觉的吗？我觉得4小时应该可以吧。觉得应该还是要勤奋一点，6小时。我后来觉得好像4个小时短了点，不好意思，就不再补了2个小时。男人都是这样，什么都可以比啊。正常来讲就是，你这个手很粗哦，你看我更粗，哇，你很壮，你看我更壮，哇，你跑得很快，我跑得更快，基因里面就会爱斗。我看看杰瑞，杰瑞看看我，显得特别可怜。然后我们前面端端、袍哥还有辉哥在那边坐着，我们五个就这么一个孤立的一个圈，就孤立的5个人，就很可怜。就是一直轮廓，就好像找老婆一样，不对还是可以等嘛，对不对？辉哥没人选我们，你要不你们跟我们吧？啊？因为没人选我们。阿炮，哎，我觉得也蛮好啊。对啊，就成组了。对啊，这个成组就叫剩男组了。对啊，剩男组。对啊，我看他们仨更看到了希望，这最帅的剩男组了，这回太完美。来，带我，加油加油，带我们俩。啊，哥哥们的表演真的燃炸了！这个摇滚乐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魅力，一下子炸开了我们的青春啊，让我们走出去。找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是摇滚乐的魅力。王冠中哥哥，哎，你好啊，我同欣欣是好朋友。我知道。那这次来欣欣有没有就是给你一些特别的嘱咐呢？每天都问我你睡不够啊，够不够啊，吃饱不饱啊，这样。特别的温馨。也我想讲一句你刚刚说的，你想起了青春岁月，所以我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青春回忆。哇，真的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对不对？也谢谢你们。我需要你们每一个手掌在这 ，OK， 好，咁我嚟先啦，我试下唔用先。哦，好靓啊 ，OK， 咁你跟啦，好，可以可以 ，OK，very good。我使唔甩嘅，为什么？我跟波哥都没事，你看，有冇搞错啊？波哥，那个是整人游戏吗？我没事啊。为什么 ？Ricky 就是也一直不怎么讲话。2个小时一句话都不讲，一讲吉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讲2个小时不停。有看看我的琴吗？哇，是什么 ？Share 吗 ？Fender？ 不是，这个原来是 Dimaso， 我定做了一个护板，然后把它下边装电池了。我总觉得那个钮好新啊，这个钮。它这个很奇怪，它也不是61，它也不是 Standard， 但是它。啊，留吉他的不得了啊！你就没办法骗人的嘛，你知道这种东西，一讲就是哎你内行哦。果然他是内行人。他有给我看这个，你看我以前在玩你的歌，哎，完整。这个是有一场 Prince 做了一个现场的演出，他后边有一段这个。聊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就是都是一个音乐风，很爱音乐的。我跟阿炮一组，阿炮是我从小的偶像。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听过 Beyond 的歌，我很喜欢 Beyond 啊。然后阿炮一直以为我也是，就是啊，听过几首歌。他不知道 Beyond 所有的歌我都听了 ，Beyond 所有的歌我都会唱 ，Beyond 所有的粤语我都用拼音标记完了，把它都背过了。然后就会有压力。对我来说，每一个话筒怎么摆，有没有挡我嘴，有没有挡琴键，有什么，这都是问题。别人看见我弹的屎就算了，如果阿炮看见我弹的很屎。
我觉得我都不想玩音乐了。你也不必常常在说话，反正我的灵魂慢慢还太紧张了，看得出来是写在脸上。每天每夜每秒飘的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但是我也很理解，我也是一个乐手，当他东西弄不好的时候他一定很低落，要是我也会很低落。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我知道他很担心，因为那个 keyboard 的问题啊，很多东西他会一直放在心里啊，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面。其实没有人太在意你中间那是休息的什么，或许你自己会很在意，但是大家都在听，包括我也是在听你在唱歌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影响到自己。其实已经很好了，其实已经很好了。Thank you， 真的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希望尽量让他可以放松轻松，因为我们其实玩这个不是为了一定要赢，要看你接着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去面对。其实你在失败里面学到的东西比赢了永远会更多。没事，想哭就哭吧。用过的就是我不知道，人激动能让人哭，我从来不知道，就是这几天也是有点压着。不是，是因为我不是英文演出。我知道，来来，到那儿去。哎，因为很幸福，你知道吗？哎，为幸福而流的泪是好的，尽管流吧。说不出来了，要不要加点水？不然你这说话，你这说话说不了。Ricky 不是也一直不怎么讲话。两个手势一句话都不讲，一讲吉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讲两个手势不停。有看看我的琴吗？哇，是什么 ？Share 吗 ？Fender？ 不是，这个原来是 Dimazo， 我定做了一个护板，然后把它下边装电池了。我怎么觉得那个钮好新啊？这个钮，它这个很奇怪，它也不是61，它也不是 Standard， 但是它啊，留吉他的不得了啊！你就没办法骗人的嘛，你知道这种东西一讲就是，哎，你内行哦。果然他是内行人。他有给我看这个，你看我以前在玩你的歌，哎，完整。这个是有一场 Prince 做了一个现场的演出，他后边有一段这个。聊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他就是都是一个音乐风，很爱音乐的。我跟阿炮一组，阿炮是我从小的偶像。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我听过 Beyond 的歌，我很喜欢 Beyond 啊。然后阿炮一直以为我也是，就是啊，听过几首歌。他不知道 Beyond 所有的歌我都听了 ，Beyond 所有的歌我都会唱 ，Beyond 所有的粤语我都用拼音标记完了，把它都背过了。然后就会有压力。对我来说，每一个话筒怎么摆，有没有挡我嘴，有没有挡琴键，有什么，这都是问题。别人看见我弹的屎就算了，如果阿炮看见我弹的很屎。我觉得我都不想玩音乐了。你也不必坚强再说话，反正我的灵魂慢慢还太紧张了，看得出来是写在脸上。每天每夜每秒飘的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但是我也很理解，我也是一个乐手，当他东西弄不好的时候他一定很低落，要是我也会很低落。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我知道他很担心，因为那个 keyboard 的问题啊，很多东西他会一直放在心里啊，一个人闷在房间里面。其实没有人太在意你中间那是休息的什么，或许你自己会很在意，但是大家都在听，包括我也是在听你在唱歌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影响到自己。其实已经很好了，其实已经很好了。Thank you， 真的已经很好很好了。就希望尽量让他可以放松轻松，
因为我们其实玩这个不是为了一定要赢，要看你接着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去面对。其实你在失败里面学到的东西比赢了永远会更多。没事想哭就哭吧，你用过的就是。我不知道是激动能让人哭，我从来不知道。就是这几天也是有点压着。不是，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演出。我知道，知道。来来，在那儿吃。哎，因为很幸福。哎，为幸福而流的泪是好的，尽管流吧。说不出来了。要不要加点水？不然你这说话，你这说话说不了。全体哥哥请注意，全体哥哥请注意，请前往客厅集合，请前往客厅集合。来了来了，走吧，好，走走吧，下去吧，先下去吧。哎，你们俩留个位置，我坐你旁边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啦！就几个小时，不能跟你们多相处吗？来，我让你们两个坐一起。有请勤劳小蜜蜂直升胡海泉哥哥。好，哎，小蜜蜂，耶！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来。哎呀，哥哥们好，今天的演出大家辛苦了。哎，站得好辛苦了。相信大家这几天都有注意到啊，咱们那个火力直驱和客厅的那个屏幕上。挂这个宿舍生活倒计时，现在数字已经变成一了，也就是剩一天了，意味着今天晚上是我们在宿舍的最后一晚了。好快哦，三个月，我都不知道我能挺回来。过去的四个月一言以蔽之，可以用奇幻来形容，是吧？就像小春哥在节目里曾经说过的，长这么大都没试过跟这么多人，尤其是这么多男人住在一块儿。Miracle。就像回到学生时代一样啊！那在这里呢，有人找到了相见恨晚的这个朋友啊，还有球友，有人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啊，大哥，大哥，然后小弟啊，干儿子啊，老公、老婆、爸爸啊，寻亲的都是红米啊。我们从第一天晚上彼此之间还没有那么熟悉，然后硬着头皮跟其他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的感觉。第一天晚上还看那个球，我记得我和Paul哥他们几个做了七八十个俯卧撑。对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个词叫快乐嘛，那个乐的事儿前面都有个快字，越开心的事过得越快。哇，好有文化哇！又长知识了，又长知识。有谁想发表自己的感想？哎，朱哥。哎，我小白、波哥、海泉、盖、狗哥、尹真，好快，现在好快。汉语，又来一遍。喂，李想、金哥、卓哥、乐北、李承铉，七亮、云龙、Jerry、林教授、Low、Michael、七哥、James、Ricky。哎，辉哥，谢谢，哎呦吓死我了，哎呀，他是故意的。刘佳，这个夏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天，去年也不想到今年会这个夏天会在一个地方能够跟那么多不认识的人一起生活，大家一起交流一些，对啊，有的没的东西，我觉得也。挺美好，哪怕是今天晚上，如果我们到讲完之后，再有什么出来是谁要干嘛，谁要干嘛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这几个月已经很嗨，很享受，感恩，感恩，感恩。这春哥。我觉得历史上说话比较长听得最清楚的一次，好清楚呀。咱们三十多个人里面相对比较年轻的是不是小白？小白最小。你代表你最年轻的来一下。说实话，来哥哥之前我
没有想到会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的哥哥在一起度过这么珍贵的时间。我们所有人都曾赤诚相见，都把最真实的自己留给了对方，非常荣幸认识各位。待会儿我用力抱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拒绝我。耶，小万，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喜欢过自己了，很久很久了，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厌恶自己，讨厌自己。可是跟各位哥哥在一起的日子，让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的自己，也让我自己这段人生经历变得更加的有意义。每当我回忆起来，我会觉得很温暖。也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衷心的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其实我心里面有点，不是有一点，是非常的坦白说难过。这种难过仿佛已经很久没有我们的心底里面出现过。最难过的其实不是离别，最难过的是我们知道将会忘记。我明白。不会，不会，不会。化成灰我都认得你。或许我老了很快，只是我现在也老了，未来更老的时候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了，有一天或许像这年轻人讲的，我以前拍的那个节目，那个什么哥哥，就是那个 PPP 什么哥哥，披头散发，披头散发，披头散发的哥哥。有一群哥哥特别有趣，特别逗的，我们有很好的快乐时光，或许偶尔听到一首歌都会想起这一刻，这样就够了，对我来说。对，谢谢伯伯。这是一个需要勤奋才有机会前行的舞台，我争取每天练习8小时。8小时？我本来打算写4个小时，而且4个小时我还觉得有点多。8小时不睡觉的吗？我觉得4小时应该可以吧。觉得应该还是要勤奋一点，6小时。我后来觉得好像4个小时短了点，不好意思，就不再补了2个小时。男人就是这样，什么都可以比啊。正常来讲就是你这个手很粗哦，你看我更粗，哇你很壮，你看我更壮，哇你跑得很快，我跑得更快，基因里面就会爱豆。一次两次三次。我也举过来成功。我还有一个我想觉得应该有我们一直不说话的李朱贤，你来说一个绕口令吧。James 说绕口令吗？ James OK 准备李朱贤的中文绕口令。加油！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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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听得懂。是是是是是是是。该我们赌了，该我们赌了，该我们赌了。好，到卓哥。我来。你来来。刚才大家都是那个。个人比拼哈，接下来我觉得咱们可以来一个相对来说可以2v2，这个其实很简单，3局2胜，一个队可以自己有找个趴档，这样我跟海泉我们俩作为一个趴档，因为我们俩20年前玩这个，我们俩是组队的，是无敌的，所以我们俩专门玩这个的，所以你们要想好啊，不能上来蒙、啊、不要把话先在前面时候说那么大啊，那到时候很打脸输了。有两个人组队吗？两个人组队挑战他们。我和志林哥接受你们的挑战。现在由志林哥和 Bridge 哥接受挑战。哇哇，小心小心，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啊，开始，一二三，开始。哇，踢他，踢。我还在转杆的碰球踢着踢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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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道具坏了，这不算，这不算，这不算，不不不，这这不算，这个绝对算，这不算，绝对算，道具坏了。我知道，如果我们道具坏了也算。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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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裁判呢，那怎么办呢？算算算，这个算，这个算，算一个算一个，来，预备，准备，一百零，一二三，开始，停了。把握住，对对对对，横传，注意注注意到他，对，转转，哎呀，乌龙球，乌龙球，自己打进去了，对，他 OK， on go， 一比一，一二三，开始，跳，哇，哎，这完了，哎，不能用手啊，好 OK， 哎，危险，军哥，好球。一比二，行了，三局两胜，赢了。好，现在看，现在我们那个绝活交流大会就到此结束了。我大家不要多吱声了。好嘞，谢谢春哥，你饿不饿？饿饿了吗？你不吃？我吃过了。OK， 谢谢。没有，是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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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倍儿好。嗨，是不是北京人就是长相？嗨嗨嗨，这什么时候才用嗨？你比如说，你说那个今天下雨，但是我没带伞。嗨，就跟嗨没带伞，我有啊。这是哎呦，这哎呦，哎，对对对，北京喜欢说一个字儿。得，得，得，得是俩意思，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得，今儿球输了，得，就完蛋，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得嘞，就是好嘞，哦，得，得，得，就是这么多用处啊，就是一个字儿，是不是以前哥那种拉黄包车的，是不是也是？那谁我去哪儿得嘞，是不是？得嘞您嘞，对对您嘞，好嘞就是那种是吧？对，这就是好嘞，对。比较尊敬的答应的那种感觉吗？对，刘佳也是北京人，我南京人，南京，我记得问过你，我是南京人。南京是多少代王朝？六朝古都，不是六朝，没明白，就是皇帝那个一辈一辈一辈的，他们有六个朝代 ，six destiny。哎啊，原本啊，我知道原来的首都是南京，是吧？南京，对。我演过一个唐朝的，谁？李隆基。我还演过他的将军，然后也演过他本人。哦，厉害，厉害，厉害！啊，哥哥们的表演真的燃炸了！这个摇滚乐，我觉得真的非常有魅力，一下子炸开了我们的青春啊，让我们走出去找自己的个性。我觉得这是摇滚乐的魅力。王冠中哥哥，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我同欣欣是好朋友，我知道。那这次来欣欣有没有就是给你一些特别的嘱咐呢？每天都问我的爷爷睡不够啊，够不够啊，吃饱不饱啊，这样特别的温馨。因为我想讲一句你刚刚说的，你想起了青春岁月，所以我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青春回忆。哇，真的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对不对？也谢谢你们。没想到我会哭，哭了几次 ，James， 达拉崩吧。如果还有明天，我觉得一个手差不多了，然后可能需要两个手，好吧？我以为我出舞台之后就不能进那个低宫的表演，怀疑自己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要唱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我是要唱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我发现一些特别的瞬间
就哇，好像冲浪的那种，就哇，就都冲过来。我唱过歌，跳过舞，然后唱过 rap， 我还请假的事搞得我焦头烂额，到现在又面临着差点没人选。我这一路披荆斩棘，我都快成刺猬了。后来一根一根把刺儿拔下来，我觉得我成长了。舍不得所有的兄弟们，只是整个过程我们都一直跟自己在打，跟自己的内心在拼，无数次战败给自己，也无数次战胜了自己，无怨无悔。我不记得，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会哭出来的，可是那个是喜悦的眼泪。现在感觉反正很多东西都好像停止了一样，空气也凝结了，然后突然现在要离开，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吧。不知道在未来，只要兄弟。还会互相记得对方的名字吗？我觉得我能记住每一个人的名字，就每天把大家名字拿出来背一遍。我希望来这里的哥哥们能够永远记住我，能够永远记住刘佳这个名字。我相信我不会忘记我们哥哥们的名字，不管是20年、30年，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已经是叫什么刻骨铭心。是不是一个成语啊？厉不厉害？哪怕明天有一天，我们不管在哪里碰到面，我黄贯中念不出你的名字，请不要怪我，因为或许我已经老了，但是不代表我对你没有回忆。好奇我会有几个孩子，未来会变成幸福满足，然后子孙满堂的样子。现在比较好奇他们18岁的时候是怎么样，有了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的儿子们将来婚礼的那天我的样子会怎么样。那如果这样，我希望所有哥哥都去这个婚礼，对，大家一起在舞台上唱披荆斩棘。一帮老头儿算是披荆斩棘。 Debbie， 爸爸很想抱你一下，我怕我离开你太久回去没有能力把你抱起。我好奇我能不能跟我的哥们儿继续好朋友。我小时候好奇过，我说我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未来就是现在啊，就现在就是真的做成了我当时想做的样子。肯定会越来越老，身体它机能也会退化，退出这个舞台之后就等着年轻人或者下一代他们上来去帮助他们就好了。有没有披荆斩棘的哥哥二？如果有的话，我能再参加吗？你可不可以去那个太空去绕一圈，看看这个星球有多美？在我这一生，我们是有机会去一下外星的一个别的星球生活。有机会的话，我们去太空再开一个演唱会。那个时候我们说是在月球往地球喊。